切葱花包菜。葱花爆香。放火腿炒一下，火腿先炒一下啊，它不会发涩。这最后放了盐和火腿，因为吃的时候它不会发涩。等到一天先炒一下，火腿先炒一下，先炒一下，火腿香味道。我们做个火腿鸡蛋面条。然后炒一下，加水，加水烧开，看下面。刚炒一下呢，有这个菠菜的香味，现在都不会发涩。如果你后放了盐的话，可能发涩。这个水开沸开的时候加入鸡蛋，这样出来的鸡蛋呢不会烂。就是刚开有一点开锅的时候，然后下鸡蛋，这样鸡蛋出来能保持它的原形。好，开锅再下入面条。No, careful. Yeah, my idea. Okay. No, careful. Whee! Look, mine just landed. It's right here, Rachel. Rachel, here's yours. Here you go. Roll yours.等一下，等一下。Humpy。那个，好吃吗？嗯哼哼。你这么那一个差别。